如果你踩了这双黄金切尔西，就连雨将军也救不了你，因为他的主人是蓝色妖姬，他出生时大地都在颤抖，整个世界犹如末日一般，眼看地球就要被毁灭。幸好这双切尔西及时的出现，才挽救了亿万的生命。就连压在五指山下的齐天大圣都表示，如果对手是这双切尔西的主人，那么我宁愿在五指山下多压两年半，因为金箍棒和这个黄金切尔西相比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当人类妄想以速度超越切尔西的时候，人类就大错特错。只见蓝色妖姬穿着切尔西如一道魅影一般，轻松超越了博尔特。赛后博尔特更是表示，9秒58是我的极限，但是不是切尔西的极限。之后博尔特更是当场退役，甚至还有人还拿雨将军的豆豆鞋与这双黄金切尔西比较，结果很明显，就连雨将军本人来了也只能赔礼道歉。